才要迟到差不多40分钟。这是因为迟到是因为有一种爱迟到的人，是因为他们经常意识到死亡的存在和对死亡有非常强烈的恐怖感，这样的人是迟到的人。是真的。所以呢，我每天意识到死亡，每天结束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好像离死亡又近了一天。当你们很年轻，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但是到你们50岁，你就会知道，当你感觉到有一只死亡的大手在后面推着你的腰往前走的时候，你真的会迟到，而且你会走得更慢一点，更迟到一点。好，言归正传，中国纪录片，很多人都在拍。Raymond 说在我们读书会开始以前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那好，你开始自我介绍，姓名地址未婚已否的人。你这样的做人是吧？强调一下你是谁。Last name first。大家好，我叫张阳，然后我是这次第一次来，因为我住比较远，住San Francisco 城里边，然后我对这主题挺感兴趣，因为我在北京生活过，我妈家是北京的，就然后我自己是在昆明出生，所以我知道您这也是昆明的，然后所以特别想来听一下。然后我昨天是做完 laundry， 然后一边在叠衣服一边看这个片子，然后觉得挺感动的，很多理想主义的东西在里边，好像看完之后觉得自己还挺年轻的，然后还能被感动，对，所以就今天打算过来看。我叫金晶，然后我是学心理学的，然后我现在在一个 IT 公司做这个people 相关的分析，数据分析产品，然后我也常来这个书友会参加活动。非常感谢金晶，所以心理学、昆明、北京都 related 的你呢？我叫乔燕，我没有看过这个，也算 related 的，负面 related 的。但是我特别感兴趣，就是因为就是那个算北漂，我们也算海漂嘛，或者美漂嘛。对，北漂。谢谢。你呢？我叫吴本雄，我在 IT 行业做软件工程师，然后我也是没有看过这个，但是之前基本上读书会都是讲书，然后这个是以纪录片为主题的，所以就想来体验一下。你哪家公司 ？Facebook。都是这三个都是 Facebook。你们都是 Facebook。昨天我还在那儿混了一下，在那个 Mark Zuckerberg 的 desk 上，在我一站下。下一个。我叫王璐，在北京待过几年，然后也是做软件的，我在 Google。在 Google 哈。好，欢迎你。我跟张子是老朋友了，我叫葛小健，我就住在 Palo Alto， 所以今天来欣赏一下他做的新的东西。小健是我的老朋友了哈，小孩也是我女儿的朋友。今天是很多年以后再次重逢，这两个没有吧？没有吧？去年还见过。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还是房地产经纪人，现在姐是纪录片导演。你牛。这个 Facebook 这个。我也是 Facebook 的那个。大概5个小时以前刚从北京飞过来，专程听这个，开玩笑，是出差刚刚回来正好，然后我也是进来参加这个活动。感谢。嗯，这个女孩子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张黎，我是在昆明出生，在昆明长大，然后我现在在华为美国工作，然后喜欢看书，喜欢看电影，所以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，所以第一次来参加，欢迎。下一个。我叫吕竹，然后我刚刚毕业，然后我现在在找工作，然后我看了一半的电影，然后我很喜欢，就是我觉得我可能会再去翻这个导演其他作品来看。然后其实我想，我觉得我今天来，我想知道的是，就是说这个，我觉得我看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缺乏一些对时代的背景，可能对于1980年、1989年这些。那个时代，包括我昨天还去 search 一下什么，因为里面有说到盲流，然后我就是我这代人，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盲流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我缺乏一个时代背景，然后可能
想听听看你自己的一些见解。谢谢，瑞文。那我是瑞文，然后在北京待过，经常去北京玩，待过几加起来待过9、10个月吧。然后也有一些亲戚在北京待过，然后现在在国外也有一种比较类似的。谢谢，夏哥。我还是干起来吧。我叫刘涛，然后我也是一个那个 IT 的数据工程师，然后我现在在湾区的一家 startup 叫做 Turn 工作，然后之后的话，今年年底有可能我会加入到北漂的行列，就是有可能去回国创业这样。谢谢。谢谢，请这位先生介绍一下。我刚进来不太清楚到底怎么回事。我叫西手，这个已经在好些。我叫西手，然后呢，9年代我在北京，在那边成立我的第一个办公室，所以跟那边有特别的那个感觉。今天要来听一下。你呢？大家好，我叫王文珏，然后我是主家人力公众号的 co-founder， 然后我们 co-founder 在这儿，然后也是昨天在活动里遇到张子姐，然后也了解了一些。然后我是出生在89年吧，也对这个年代比较感兴趣，然后才过来。对，89。对，下一个。大家好，我叫赵佳琪 Jaden， 然后一般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女性品牌叫硅谷佳人。昨天在 Sophia University 那个 Search 上面看到我的张子，认识了张子老师，所以今天想过来真的是深刻的了解一下。然后我是91年出生，在北京出生，北京长大，一直到17岁，然后17岁来美国留学，现在正在走硅谷佳人，就这样。谢谢。那个像白航坤，轮到你了。自我介绍。我叫韩坤，然后我是这个读书会的志愿者，就在这边工作。That's it。可以。那个先生呢？你说两句吧。我叫 Martin， 我也来了好几趟，很喜欢这个。对。你是哪家公司的？我是一个real， 我是房地产，而且做会计。你怎么知道这个部分的？应该是认识 Raymond， 或者在 Facebook 看到吧。谢谢。下一个先生。我叫宋瑞，我是做硬件工程师，我是北京人，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，来这个读书会有5、6次了吧？5、6次了。我也很喜欢这个读书会。对，我很喜欢这个。下一个。大哥好，我叫李泽文，IT 工程师。然后我平时喜欢看书，所以会来这个书会转一转。然后关于北京这边的纪录片，我也蛮感兴趣的，就想了解一代人嘛。了解一代人，好，谢谢。我姓冯，叫冯其生，搞软件的。以前在国内的时候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北京是经常飞，然后那个反正跟北京有很多关系吧。不过出来以后就从来再没有到过北京，除了一次在北京转机，very very bad experience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我叫 Sandra， 在一家生物制药公司做了重庆飞行，我在北京待了1个多月。你是哪里人？浙江。浙江，谢谢。下一个。我叫王静，我也在一家生物制药公司做统计师。在 Gilead 的 Science， 然后我在家看过这个纪录片，所以留下来听。看过呢，全部看过，看完了哈。好，谢谢。下一个。我叫赵小玉，我做 supply chain， 然后我是第一次来这里，是我因为老在 Facebook 看有人要过来，所以我想过来看一看。然后我们家在北京。你们家是北京的。对。OK。下一个。嗨，你好。我叫邓瑞，然后我来过这读书会好几次了，然后挺喜欢的。然后这纪录片我也看过，我挺喜欢。然后又是你讲的，那就更要来了。然后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伊娃，也是从事软件行业的。我看了这个纪录片，非常喜欢，就是相当感动。还有我非常惊艳，张慈年轻的时候真的很美。我当然现在更美。现在更美。谢谢。Marcy， 我叫 Marcy， 我是张慈的朋友。看到他有来讲，所以我就来给你捧场。我叫三三，我是 Marcy 的女儿。我现在
在北京工作，我回来看我的 parents， 然后我是学电影的，所以顺便看一下。哦，你是学电影的？ Yeah， 从北京看过。那那个妹妹呢？妹妹在哪里？在San Diego， 在San Diego， 啊，在San Diego， San Diego， UC San Diego。这就在San Diego， 哦，太快了，他们这么小时候就看他们长大。那我们结束以后深交深谈。私聊。都在一团水里了。啊，刚刚进来的这个小美女。哈哈自我介绍一下。在这里实习啊？你怎么听说这个读书会的？介绍的。啊 ，OK。还有谁没有介绍？没看。啊，维汉。啊。你进来。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。我叫维汉。这是你的办公室对吧？对。感谢。嗯。还有吗？还有。啊，李可，自我介绍。进来说一下你是谁。李可。结束还要介绍更多吗？未婚已否啊？好吧，未婚已否。一年赚的不行。那个，好吧，这是一年吧。李克，我是马工，然后今天有什么问题吗？开场问题有吗？没有啊。你看过那个纪录片吗？啊？你看过那个纪录片吗？没有。是没看过。为什么是马工不是马农呢？工农。这个工人是代表先进的发展生产方向，领导阶级。谢谢李克，现在我要是隆重推荐一位我的好朋友，三妮进来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三妮是我好朋友，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谁。我是三妮，是妹妹的忠实粉丝。然后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三妮是这个我们湾区的旗袍古典。是选出来的，然后呢，他也是我们云南省的形象大使，他不是云南人，是我们云南同乡会给他封的，因为他实在太美了。我们在云南有很多美女，就请他出席，然后率领一帮云南的美女成立那个云南形象大使团。